当时除夕夜，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分享年夜饭，但是台菜西式摆盘却被认为是法国大餐。对此，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也做出回应了。画面中，蔡总统按照往年的惯例，在脸书晒出年夜饭的菜色，但是台菜西式摆盘却被认为是法国大餐哦，引发大家的讨论。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在晚间表示，总统过去几年来有机会就会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年夜饭，一起互道新年恭喜。虽然菜色摆盘不一，但是有图有真相。 不知特定媒体还有政治人物刻意炒作的目的是什么？台湾的习俗是过年说好话，不是大过年就在造谣说谎话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